可以让我感染一下那种年轻人的那种气息跟尖叫。你在哪边买的？我这哪里啊？哇，你怎么比我还亮哎？哇塞，好哎，哦呦，帅不帅啊？新亚洲舞王当之无愧，对不对？谢谢。其实呢，这个以前他的前身呢，就是 Super Junior。这个 Super Junior 他们来我们节目来了两三次，我就一直在注意这个年轻人的发展，我觉得他是里面最优秀的一个。不敢当。跟我们现场之外，还有电视机前面的朋友问候一下，来来来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安哥。那这次呢，又来到。飞哥的节目里，很开心。没有，我说飞哥没有说，大哥大。对，我想说是飞哥，你一下子把我思路打乱了。从头来啊！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韩庚，那很开心来到飞哥的节目里。哎，你又打断我了，是你自己打断了吧？那再来一次。好，再一次。大家好，我是韩庚，很开心又来到。好嘞，韩庚很辛苦啊，真的很辛苦啊，对不对？据我知道呢，他的感冒大概有没有感冒？还没好，而且是多久了？一个多月了。我老实跟你讲，其实他病了很久，不是只有感冒，在那个团体里面就很辛苦啊。哎呀，你刚去的时候韩国话 OK 吗？不会，我一句都不会。到现在呢？到现在会了。哎呦，真的吗？哦，韩国话问候一下好不好？你们是在点菜是吧？我怎么好像到了韩国餐厅呢？我到了韩国第一句话就是要点菜。就点菜了。对，点菜要学点菜，要不你就很饿，就会饿到。那就饿了怎么办呢？那就所以就学了一些菜，说怎么去点，说给我送餐。好，那送来吧。那一个月我就吃那一个东西，我就没有换过一样。好，就这样。就好像我去日本的时候，我只会一句日本话，tomato juice。好了，从此以后到日本永远 tomato juice。后来还好一点 ，orange juice。不过这个不管怎么说，在韩国这段时间还是给你留下了一些回忆嘛。对我来说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，也很珍贵的一些经验吧。对，而且这个中国话讲说这个追楚郎中总有出头的一天。追楚郎中知道，就一个锥子摆在一个米的袋子里面。他们在收这个米糠的时候，不小心又缝那个米袋子的那个锥子掉在里面，在很中间，可是总有一天他就会这样跑出来。韩庚就是这样，他已经出头了。那这次呢，很开心又来到飞哥的节目，所以呢我也带份礼物给你。这怎么好意思？那你把那个链子拔下来。我本来有现金的。哎呦，真的有礼物哪有这样？这不好意思了。这是我新出的。他这个字，飞哥很高兴又上您的节目，希望您身体健康。这什么意思啊？我身体难道我身体不健康吗？对吧？那个今天我们要考一考他，好不好？因为既然已经来了嘛，那这个让他的病再重一点好了。
应该再多出出汗，这样的话就会好了。哎，对，一出汗以后就会好了嘛。而且现在新亚洲舞王的封号要一定要当之无愧才可以哦。天鹅湖，我跟你讲那个，哎，那是芭蕾，芭蕾。对呀，啊，哎，飞哥，你知道我以前是学什么的吗？评剧吗？京剧，京剧，京剧。以前我的专业是学民间舞的。是民间舞，啊？对，是学民间舞，但我的集训课呢是芭蕾古典。哎呦，真的吗？那我们要看一看好不好？嘿，不是盖的好不好？哦，哎呦，你看你的歌迷，其实你有时候要真的要心疼一下他们。嗯，那个女生为了来看你骑摩托车中间摔了一下，啊，你看看她那个膝盖变成什么样子，是不是骑摩托车摔的啊？哎呀，啊，应该是男朋友的技术不好啊。哎，一语就道破了。刚刚那个天鹅湖呢60分好不好？哎，满分只有70分呢，哎，还要破表啊。刚刚那个破表有一点牵强了，对不对？哎呦，如果放这个音乐不知道你会怎么样表演。男儿当自强。